一連五場的鄭中基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呢晚就在紅館舉行最後一場，一班圈中好友梁詠琪、莊思敏、胡峰等等都有嚟捧場，而每場都嚟支持老公的鄭中基太太余思敏和有份上台演出的一對仔女當然都有嚟啦。汪奴出場唱了幾首歌之後，就跟台下的觀眾傾下偈。你知唔知啊？你講我等咗五晚啦，終於今晚有人嗌我靚仔啦！我平時都唔係咁噶，我今晚因為啲演唱會，我特登素顏嚟噶，我乜都素曬上去啦，塊面嗰度啦。緊要啦，年後就發生咗件事，就古天樂壟斷我最喜愛男歌手，我好朋友，他其實跟我差不多，這十幾年來都在掙扎，我好不好繼續唱歌，我好不好再出碟了。古天樂他沒有放棄，他終於出了半支歌，就拿了我最喜歡的歌手。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我信心爆棚，下個還不是我，如果不是的再下個我一定會等到為止。最後一場，汪奴還邀請了以前拍《龍禁威》系列的拍檔張達明、李燦森和導演谷德超做嘉賓。汪奴還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添啊！我在這裡隆重跟大家宣布，我們今年將會開拍《龍禁威》第三集。最緊要的問題嚟啦，就係拍俾你哋睇咧，就冇錢拍啦。爭呢樣嘢啫，爭少少嘅啫。爭少少，除咗劇本之外咧，我哋而家係未有錢啊。冇錯啦，乜都齊係冇錢啫。所以咧，開平費咁樣。我哋要搞前期製作。我哋搞前期製作。我哋要搞眾籌，我哋就決定攞嚟鬥利是。好啊，但利是等你好啦。係啦，若果咧冇利是風咧，唔緊要嘅，即係你派曬。我有，我哋有接收嘅。我哋直接攞 cash 出嚟。我哋翻後台會入翻落去㗎。另外提到之前，汪奴同方力申、梁漢文就喺演唱會度暗串 TVB 新一輯嘅《美女廚房》造假，仲話想同 ViuTV 合作添。其實大家驚錯咗啊！我哋係想搞自己個台啊！我哋個台叫 TVB 啊，係啊，係咯！我哋講嗰晚講咗㗎，我哋所有嘢都係我哋嘅，頒獎禮又係我哋，係啦，音樂節目又係我哋，乜都係我哋。咁其實我哋真係有諗嘅呢一個。我哋都約咗即係完咗 show 之後，大家得閒就坐低傾㗎啦。呢一個即係大家拭目以待，我哋呢個 TVB 有咩睇咧？